陈小春和佘诗曼这天就一起来到澳门出席活动，好兄弟郑伊健的演唱会刚刚就举行了第一场，小春又会不会跟其他几位黄金兄弟一起去捧场啊？预约了，我们预约，但预约一天了，因为要加下去，他好像柬埔寨开工，所以等他回来一起去看咯。咁系咯，我佢开 show 前一日，我都有睇过佢个彩排，即系望咗两嘢入个红馆，吸下啲灵气喎，佢吸完之后，即系有啲系咯，有啲系有啲，会啊会，等住，搵老细有老细啊，又搵到老细先，系咯，冇老细咁又开唔到。最近就有传太太应采儿有了第二胎，到底 Jasper 是不是真的就来做哥哥啦？我都说多谢你有心，如果有这个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、okay。 至于同场的阿蛇提到偶像发哥在今年的金像奖入面入围影帝，就立刻变成小 fans， 还说很想今年可以拍多些电影，最想的就当然是可以跟发哥合作啦。我是很想，即是很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偶像发哥合作咯。